萧何功劳这么大，权力还不小，刘邦的命根子太子刘盈还在萧何的手里。有的时候啊，在前线打仗的刘邦也不放心萧何。不放心，两个人又是朋友老哥们儿，因此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。刘邦在荥阳前线的时候啊，就有这么一个举动，叫硕使使劳苦丞相，多次派使者来慰劳萧何丞相。这个举动表面看起来很让人感动啊，你看我萧何替你在后面忙活，你刘邦还没忘了我，你在前线那么辛苦，还经常来问问我辛不辛苦，这个多让人感动的老板呢，打工不白打呀。可是你细想，是不是也有不放心的成分呢？萧何还没看出来呢，萧何手下有个鲍生，姓鲍的小子吧，看出门道来，对这个萧何说：“王铺一路盖，硕使使劳苦君者，有疑君心也。”啥意思啊？他刘邦在前线打得那么辛苦，穿穿不好，睡睡不好的，还多次派使者来问你辛不辛苦，这有怀疑你的地方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想个招吧，为君计。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，悉议君所，把你们老萧家，你的子孙呐、堂兄弟啊等等，能打仗的，全派到军队去。这样啊，刘邦才能更加的相信你。那萧何一听有道理，于是何从其计，把萧家的人全派到军队当中去了。汉王大悦，刘邦非常高兴。汉王大悦这个举动，这个神情，这个反馈，证明这个鲍生猜得对了。萧何这么办，因此就得到了一些放心，因此刘邦慰劳的使者就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，不一批一批来派来问了丞相您辛不辛苦。刘邦对萧何不放心这种事儿总有，萧何和刘邦的关系在君臣的角度上看其实很微妙，萧何也懂得这一点，因此呢总是很小心。你看萧何有这么一件事情啊，史记记载说萧何呀买那个田宅，相当于说买耕地买宅基地，必居穷处，二环以内不买，买五环以外的。为啥呢？自己家里面不置圆屋，不盖那么大房子，不整那么大院子，怎么想的呢？说呀，我们老萧家后世贤，师无减，后代的萧家人如果有才能的话，会学习呢我这个祖辈勤俭的这个品格；不贤，如果没本事的话，没才能的话，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，也不会被世家所夺，被那有势力的人家抢去。那好地方不容易被抢吗？这是很有智慧的。我们不妨再看一个故事。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叫孙叔敖的，令尹是古代的官名，楚国的官名。孙叔敖帮助楚庄王称霸天下，由于功劳非常大，楚庄王多次封赏他，孙叔敖都坚持不受不要。这个孙叔敖为官廉洁，轻车简从，吃穿简朴，妻儿啊不衣帛，旧马不食粟，老婆孩子身上穿的都不是丝绸衣服，布衣服呗，家里的马吃的都是草，不往里面放粮食粒儿。为官多年，家中没有什么积蓄，临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，连棺材板都没有。一个叫胡秋丈人的隐士啊，就拿话点这个孙叔敖，
说人有三愿，你知道吗？孙叔敖就问他何为三愿呢？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弄一些省略语，你就会经常反问那个省略语是啥意思。胡秋丈人就回答说，爵高者人度之，你的爵位很高，别人就会嫉妒你。官大者主物质，官太大，你的上级就会很讨厌你。禄厚者怨待之，你的工资很多，就很多人埋怨你。明确指出爵位高、官位高、收入高，这三高看起来很光彩，实际上是招致怨恨的祸根。胡秋丈人能通过表象看到本相，能看到光环背后人们的心理的阴暗面，看到暗流涌动的复杂人际关系，这个堪称智者。孙叔敖也是明白人，知道呢这个胡秋丈人说的不是假话，知道这个胡秋丈人呢是想拿话点醒自己。但是令人敬佩的是呢，孙叔敖并没有因此就打退堂鼓，他反过来又说一段话告诉这个胡秋丈人，说五爵一高，五志一下，虽然我的爵位高，但是我的想法低；五官一大，五心一小，我的官位大，但是我心里面那个算计算盘小；五禄一厚，五施一薄，我虽然挣得多，但是呢我做善事施舍出去的也多，说我凭这个免除三怨可行不？那意思就是我要用低姿态、低心态、低受益这三低来应对三高，进而平衡人们的不平衡心理。胡秋丈人听完之后夸奖这个孙叔敖说，这话说得好啊，连尧舜都感觉三怨让人苦恼，但是你孙叔敖在内心能解决了它，不容易。孙叔敖做一辈子官，穷得不像样子，还被人拿话点得来点得去的，他图的是什么呢？孙叔敖图的是通过自己的施教导民，然后民得其变，皆乐其生。换句话说，为民做官，做官为民，希望呢民众乐其生，用今天流行语说就是幸福指数高。有人会说了，做官为民也不能不管自己的妻儿啊，让妻儿一辈子吃苦啊。那什么叫吃苦，什么叫不吃苦呢？我们再看，智者为子孙计，图的是长远，聪明的人、智慧的人为后代谋划的话，想的是好处怎么样长远的拥有。事实上孙叔敖不是不管子孙之事，他也留给子孙财富，但不仅仅是金钱，而是以智者的方式留给子孙以生存之道。吕氏春秋记载，这个孙叔敖得病了，临死之前告诉儿子说呢，这个楚王啊屡次都想给我封地，我都没有接受，我是老臣可以坚持不受，但是我去世了之后呢，楚王会给你封地，你不能违抗王命，要接受的封地呢就一定要接受那个没什么好处的封地。那哪块有这么的地方呢？楚国和越国的交界处有一块地呀，很薄很瘠，用今天来说就是不怎么样的一块地，盐碱地什么的吧，叫寝丘。而且呢连寝丘这个名字也不吉利，你好像寿终正寝的意思。楚国人和越国人还迷信，两国人都不愿意要这块地方，没人愿意要，这正是我们可以长久拥有这块地的原因所在呀。孙叔敖的儿子就记住了这句话了，等到楚王封赏的时候，别的地方哪儿也不要，就要寝丘。于是呢楚庄王就封给孙叔敖的儿子寝丘这个地方400户的赋税，这个地方征收的赋税都给他儿子了。按照楚国的规定，功臣的封地经过两代就要收回的，
但由于请丘这个地方，你收回来再给别人，没人愿意要，所以说请丘这个地方呢，就被孙叔敖的子孙传了十余代，也没有被收回。孙叔敖的子孙之所以能够长久拥有封地，主要是因为孙叔敖有异乎常人的见识，就是所谓的永图，就是长远考虑。《吕氏春秋》评价孙叔敖说，孙叔敖之志，知不以利为利益，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，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。就孙叔敖的智慧啊，他是辩证的，别人不喜欢的，他觉得呢自己喜欢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了的。所以说异乎俗和常人不一样，能把别人认为没有好处的事情转做自己的好事，将别人讨厌的事情转做自己喜欢的事物，这是有道之人与俗人的最大不同。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有很多事情不喜欢讨厌，如果我们换个脑筋，它可能是长久之力。孙叔敖能有这样的见识和智慧，那是因为孙叔敖以不贪为念，有俭以持家的品德。孙叔敖的智慧是那些争抢美地肥缺而两代被收回者难以拥有的，因为那些人没有孙叔敖的品德。还有一个故事，明朝万历年间，宰相叫李廷基，他号九我，因此人们就称之为李九我。这个人呢，也是政治不阿，廉洁简朴。民间传说啊，他做了宰相以后，皇帝呢赏赐他在家乡泉州建一座宰相府。诏书上怎么说的呢？说让他骑马加鞭三次，跑马圈地，以划定相府占地的范围。一般来说，建大宅子，这是无比荣耀的好事，光宗耀祖，显耀门庭。可是李九我接了圣旨之后，满脸愁容啊，一点也不像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他担心这样会占了民田，会招致民怨，以后啊，难免会累及子孙后代。况且乡里乡亲呢，他也不忍心占这个大家的良田呢。但是圣旨已经下来了，又不能抗旨，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哎，有一天这个李九我想出个两全之策，什么招呢？他把马拴在树上，然后自己呢骑马扬鞭三下，圈定了一个普通民宅那么大的小地方，盖了相府。这个乡亲们都交口称赞李九我的爱民深情，皇帝听说了也嘉奖这个李九我，称赞他操守清廉。这个故事在泉州民间世代相传，相府的所在地还被乡亲们称为贤相里，今天还这样称呼。要不是李九我奉行节俭，不以华屋为念，就不会产生心理难题，也不会去想什么两全之策，更不可能想出上对得起朝廷，下对得起百姓的智慧的办法。李九我失去了三边之地作为宅基地，但是他却通过自己的善举为国家争到了天下民心，民心才是根本呢。这个古往今来有很多有关勤俭这方面的名言名诗警句，比如说李商隐咏史诗，力揽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。司马光训俭示康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关勤俭方面的故事，这些人的智慧和品德以及一些名言，是想说明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萧何在晚年他不置办田地房产，他也有这样的智慧，
为长远计。萧何的智慧和品格才保证了他和子孙的安全，因此萧家一直承袭了赞侯的爵位到西汉末年。萧何还有什么其他故事，我们下段再说。